接下来有请到的是周深，哎，你先别走啊，聊会儿。聊什么呀？对，啊，一句话吧。感觉态度很差，<笑>相当差，没有到恶劣的程度，我们还是可以接受的。来，深深，你要给我们带来一首什么歌呢？我带来一首跟我今天晚上。22:01要播的《天赐的声音》第三季要演唱的歌也有关系，有、oh. 对，就是有我唱的这首歌是 My Only， 就是那个开端的主题曲。哎、所以今天晚上呢，我会唱什么歌呢？记得22:00浙江卫视收看《天赐的声音》第三季。你一定带着总导演 N 多的嘱咐，是不是要反复 Q 今天晚上的我们的播出时间？好的，谢谢周深，接下来把舞台交给周深。啊，听不见。听，好听，好听，怎样？先自我点评一下。好空旷的上面，一个人的舞台，真正一个人舞台。我们也是第一次听各位这个常驻音乐合伙人看着你们的背影来听歌的。是的，独特的角度。对对对，那想看我们正面唱歌的话，今天晚上又来，说得好。今天晚上10点关注浙江卫视《天赐的声音》第三季第七期。好，来有请细腻的碧晨来点评一下。这首歌 My Only 都说不出来了，好，下一位过。太美了，太美了，我觉得他比我细腻多了，但是我想细腻的更进一步的词是逆戏。碧晨，我感觉你打开了一个语言天赋。谢谢。好了，来，接下来到了天斌老师。我觉得那个怎么了？这个嗓子腻到了是吧？我觉得那个所有的在看直播的朋友，如果你们刚刚那一段录屏了，晚上可以不断的 repeat， 它可以哄你睡觉。我觉得这首、oh. 我觉得这个歌唱得太好听了，对吧？深深的歌的呢？对，因为深深的嗓音它就是有那种，其实有点像那个我们蜂蜜啊、哦、含在嘴里，然后慢慢的把它化掉那种感觉，就是那种感觉。哇，好有画面感。
太正经了是吗？太话太正经。来来来 ，Angela 到你了。他，你刚刚说什么？逆戏。待会儿要再补过是补录，Angela。啊，怎么办？我好像也是正经的话哎。那听一听嘛，我们听一听。你少来。哦、少管我。我俩都这样。我为什么每次见到他都会失控？哎，你为什么每次让我失控？失控。拿话筒嘛，先拿个话筒。哎，这边有，这边。因为你实在是太美丽，然后唱得太好听，让我没有办法就是控制住自己，也就影响到让你失控啦。哇塞，小聪明，小聪明。辣，但是真的很美，已经在我的脑里了，真的。You are my only， 对不对？哇，已经在我脑里了。喜君，我感觉就是杭州的雨又比刚刚海泉哥唱的时候密了一点。哦哟，这是我的感觉。对对对对，是可以可以逆戏。谢谢谢谢谢谢。对哦，今天我们一直都跟雨有关系啊。对，每个人都唱了这么多首，我才反应过来。